有的人都在讨论着同样的一个问题，突发的骚乱还有暴力事件充斥着整个国家。正当人们认为这种骚乱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呢，它又发生了。我们应该如何控制这种骚乱？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荣幸地请到了警察代表。谢谢。对于逐渐升级的犯罪活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警察局的小伙子和武装警察们都非常的出色。这种状况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状况，但是我们正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控制它，所以没有必要恐慌。但是据我所知，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掌控的范围。我可以向你和观众们保证，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确保大家的人身安全。毕竟对付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而且我们也在同时和几个邻国的警察同事交换着我们手中所掌握的情况。听起来似乎很让人放心。是的，没有必要担心。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我们的嘉宾，来自暴力冲突学习研究中心的专家代表。谢谢。您是怎么看现在这个局势的呢？我想先问我们的警察代表一个问题。您说您对此类事件很有经验，我想请问您指的是什么？我们经历过很多次学生起义和劳工工会骚乱，我们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把分析和决策的权利交给那些有权限的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保证秩序的恢复。确实，但是我仍然认为你们应该对所发生的事件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据我所知，从前的暴力事件都是由一些导火索引起的。那是一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并没有任何出格的事情发生，并没有经济、政治、社会等一些事件来触发他们。人们走上街头，没有任何原因。那么这种骚乱到底是从何而来呢？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最离奇的事情。只是这一次不仅仅只是年轻人走上了街头。真的是这样的吗？是的。这次骚乱中逮捕的人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差异非常的大。在您看来，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出现过的状况，是吗？哦，我不会这样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新的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联盟正在诞生。但是我注意到您在一分钟之前才说过什么都没有改变。是的，也许这是一种信号，预示着即将发生一些事。但是人们对于暴力十分恐慌。到底是暴力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还是人们的恐慌引发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这是个问题。